这个，哎，这个也不错呢。呀呀。民众详细挑选适合家己喜爱的花卉，假使摕来一挖，规丛花就直接挖起来扎走，要更加专业的。低头举起来一挖，无偌久的时间，就装满了规台车准备扎走。啊，废物利用啊！哎、嗯、呦、啊啊，他既然要淘汰了，啊，没有，我们就拿回去好好保养啊。嗯嗯、位于玻璃车坎顶的南投花卉嘉年华活动主场地，在活动期间种了十外公顷各种花卉，营造花海迷人的景观。活动结束以后，唔知对倒位传出主办单位开放民众自由办花的消息，因此吸引真侪爱花民众前来办花。有一些花哈，还很漂亮啊，因为怕剩啊，啊，它会开放给民众，好、哦、让我们带回去，好好的照顾它，爱它。嘿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讲，哎，有个同伴去会比较好，所以就开着一台车来。除了当地居民听到风声走来，还有附近学校教职员工嘛前来找花，准备将挖起来花，早登去美化校园。学校老师其实都还蛮喜欢的。嗯。啊，这花挖等于要安怎处理？就找空地把它种起来。要种在学校吗？嗯。看这原本种满花卉的土坎，出现了不少坑，可见被挖走花卉也真的相当可观。根据当地民众表示，前两个拜六礼拜假日时，听到风声走来的民众也搁较济，大家拢是听讲这的花卉已经开放，予大家自由选择挖走，才会好康到小报，甚至有一挂外地游客嘛加入了办花行列。不过消息传到县府以后，县府农业处赶紧出面澄清，并无公告这的花卉会当予民众自由来办。没有这回事哈，没有没有这样，我们并没有发这样的消息啦哈。哦，那也不鼓励这样做哈，因为我们虽然活动结束哈，但是那些花哈都还有一段的时间哈可以观赏了哈，而且这样做也不好，因为那毕竟是公家的财产哈，公务了哈。农业处处长陈朝王表示，并无希望看到民众这的行为，花海也会当维持一段时间，应该留伫原地，让民众有机会继续观赏。县府农业处呼吁大家，唔通再自行前往办花啊！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